坡道往下冲，身体也随着左右摆动，感觉就要飞起来。日本的越后汤泽每年都吸引上百万的滑雪客到访，不少日本学生也将汤泽町列为毕业旅行景点。どこから来ました？山口。じゃみんな好きが好きです。はい。好きです。めっちゃいい。めっちゃいい。じゃめっちゃ綺麗。光是在越后汤泽就有12座滑雪场，每年吸引世界各地的滑雪好手前来，号称是滑雪天堂。从东京搭乘新干线，只要1小时15分就可以抵达。交通便利加上冬季稳定雪量，让越后汤泽成为最受欢迎的滑雪天堂。这是属于比较初学者的领道，很好，就是它就是在树林里面这样蜿蜒，它的转弯相对的多，所以这边几个大转弯是一个初学者练转弯技术很好的地方。太阳很大的话，前面就有一些树荫，就是可以在太阳跟树荫之间这样子有点用悠游的方式来滑。海拔1800公尺的冬季滑雪圣地，到了夏季同样能享受高海拔山区的夏季凉爽。今年夏天假期还来得及为自己还有亲爱的家人安排一趟消暑之旅，越后汤泽绝对是你最佳的度假选择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